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80集的节目。哎，转眼之间1380啊，今年突破1400集应该是妥妥没问题。今天给大家做的是 Kingdom 系列 Voyage Class 的犀牛，这款开的比较晚了啊。那其实入手一段时间，但先前有几款玩具呢就排的有些紧凑了一些，所以这一款的话呢我就压到现在才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现在发了一张照片啊，这里头的空洞啊确实让人发指啊，而且工工整整的一个方块，铁定就是给我们做冰块用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可以当制冰盒又可以当玩具把玩的一款非常优秀的良心作品。那玩笑话归玩笑话啊，想想发现好像不是开玩笑，空洞还真不是普通的多啊，越看越生气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如果你跟我一样啊，就是如果你入坑也稍稍有一点点岁月的话，这是2013年底或是2014年初的时候的 IDW Voyage Class 的这个犀牛。那如果你两者做个对比的话呢，在人物的外观上啊，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先前的 IDW 的这个模具的话呢，它有着把这个人物的腰身呢给做出来，所以它这个地方啊就感觉人物的身材会感觉好看非常的多。再来它的身上的金属的这个金啊，相较于这一次的配色来说，它是亮的非常的多，所以先前的这一款的话呢感觉威武的程度比较高。再加上它的头的比例，头身比例你可以发现啊，如果两者身高是一样的话，旧的一个 IDW 的模具的话呢，头的比例呢是占比较小，所以感觉身形就会更加的健硕。再来是它犀牛皮的部分，肉眼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的话呢是有那么一点点就真的是皮的感觉，这一次的话就感觉是要硬壳。那到底犀牛的皮呢是硬壳的感觉还是皮肤的感觉，我没有真的摸过犀牛，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啊。那我觉得外壳的部分来说啊，整体来说还是 IDW 比较好啦。为什么呢？犀牛这个部分啊，这一次的这个王国系列，它主要是这个腿这一带的这个地方，感觉它如果说上做的跟上面一样，你看这个有一些凹痕啊，这个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它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底部这里的话呢，当然也有可能它是因为犀牛的一个背部啦，就感觉就皱褶比较少，但是在机器的正面来说感觉一致性就比较差。那所以说主要就是在空洞啊跟这个皮的这个感觉上呢，还有身形的感觉上，这一次的这个王国系列可以说在外观上是输的比较多。但实际上在变形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说 Kingdom 的这个变形可能比较有趣，比较有一点挑战性啊。但是如果你要简化简单变形的话呢，又是 IDW 这一款的话会比较容易得到我的青睐。那另外还有一款一点的话是这个旧的这个 IDW 模具的话呢，它也是有附带这个武器的，而且它这个武器是非常有诚意的啊。这个地方按下去啊，它是会做一个旋转的，就像战斗陀螺一样的这个造型啊。而且它在组合成这个收纳进收纳进犀牛的肚皮的时候啊，它这两者的结合看起来两者互相没有凸跟凹的结合，但它却是一个互相找缝隙，然后就互相弥补对方的一种感觉啊。这个显然是掌握了正确的玩具组合之道啊，没有其他的啊。那这个武器就是这样。然后新版的话呢就给各位看一下，首先呢它这个握在手上啊，这拔出来的这个松紧度是非常的紧啊，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真的这个要拔出来的松紧度是的的确确是妥妥的国中生的经济状况的一个松紧度。那它的一个变形的时候组合的话，你看就妥妥的凸跟凹非常明显的就赤裸裸的呈现在面前啊，就像有人看了我之前的这个老的影片说，以前我是隐形开车，现在是明目张胆的开车啊，就跟这个对不对，这个玩具是一样的，以前就是这样子，这个互相组合的话呢是隐藏起来啊，那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但是我们就可以组合。那这一次的话就不一样，然后呢看起来呢好像可以旋转，但其实根本是转不动的一个状态啊。不过以涂装来讲的话，还是要说一下新版的这个涂装，它是有金色的跟金银组合，但是原本旧的话就只是一块塑胶而已，在这一点的话就涂装胜啊，其他都输啊。那大小的话你看你也是输给人家兵器比较大啊。那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犀牛啊会让很多人却步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由于自己跟自己比，我们也不是说旗舰它有 KO 啊，有盗版，不是，而是它先前 IDW 推出这一款，就是给人感觉还是相当的不赖的。但是我自己讲一下啊，我要说一下啊，如果可能会有人回头想要去追这款 IDW 的这个犀牛啊，我当年做开箱的时候是我第180集，那一期的节目呢是我的好朋友罗志贤先生呢，刚好第一手买到带到店里借我拍的，然后拍完之后我就还给他了。那我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有1年吧，我才从这个淘宝上再去买了一个这个 IDW 的这个犀牛回来。当时那一批货非常的便宜，很便宜，可能人民币90块钱左右啊。那一批到底是厂货还是正版货，其实我不知道啊。那因为这个，反正我只是提一下，如果你要买的话，就是曾经它非常的便宜，非常的便宜。好，那我们就聊完了这个跟旧模具啊，我们也该来看一下这个新款的玩具的细节。其实呢，你慢慢细看呢，就会发现呢，这一款为什么还没有崩盘，没有跌到很低的价格，就是因为它确实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啊。面雕真的很好看哦，然后刚毅的这个嘴唇的线条，可动也不赖，可动可能胜过原本旧的模具啊。那这个平举啊什么的，当然就是非常法旨的这个空洞啊，就看了就非常讨厌，这没办法了。手腕的话呢是不能够转的啊，只能够这个变形的时候收进去。然后手肘这一侧松紧度还好，这一侧的松紧度就感觉有点偏紧了啊。腰部也可以转动，脚的话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而且我这一款的话，以松紧度的话，髋部的关节还算不赖，脚的话也有一个接地的关节，脚底是空的。然后背后，那这一块啊，目前我的感觉是好像没地方扣不紧。那这个地方可以安插武器，刚给各位做过展示了。然后另外的一个，对吧？让人家觉得可恶的地方，就后面这些空洞啊。Anyway，那塑胶的话呢，摸起来很硬，甚至呢说。有一些地方变形起来，我确实要讲一下，这款玩具有些时候会让我觉得说，我是不是买到那种路边摊的山寨品？因为它有一些塑胶的边缘的处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廉价，给我一种这真的是正版玩具的感觉嘛？它是有这种疑虑的，而且变形起来之后呢，确实啊，我感觉我的手啊是有时候是会有一点隐隐约约的疼痛感传来的。那我们呢，现在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武器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那我们选择的话呢，把两个凸呢朝同一个方向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变形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最简单的这个手掌给翻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顺便要讲一下，它这个手掌呢推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缝隙的话呢是卡得非常非常的，算是零公差的哦，几乎要贴着才能够把它给放进去。那我们变形的时候呢，先从上半身变形啊，上半身的变形比较简单。首先的话，这个部件翻下来，两个部件收纳推进去，然后呢，我们把整个这个背包的部分呢往外面提出来一点点，腾出一点空间，再来把这个手臂转到这，做出一个类似缩胸的动作，把这一块部件推进去之后，再把这个手臂呢给往外掰出来，这样子。这个缩胸的这个动作的话呢，我觉得对比 IDW 的那一款的话呢，是另一种感觉啊，也是不赖。IDW 那一款的话呢，是透过连接杆的部分呢，来达到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形。这个的话呢，则是一个更有趣的一个部件的推移啊。然后呢，这个头的话呢，就顺势的先往前放，这个时候把手臂转正，头的话，好吧，给它转个180度吧啊，把脸稍微长一下，不长也是可以啊。再来的话，我们进行它的一个腿部的变形了啊。这个腿的变形的时候呢，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两个部件，你看啊，这个手我们可以先推这样啊，这个推下来，那么呢，把这个部件的话呢推到后面去，这个部件推到后面。那我要提一下，这个变形的时候腰部呢是不需要做一个旋转的。那我们先把这个前面这个部件给打开，然后的话呢，内部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一个这块部件，这里有个小部件，把它给推出来，到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好，扣上。那么呢，这个整个变形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分成一处、两处部件，先把这个地方分出来好了。它的一个变形的时候，等下就是把这个脚往上折上去，但折上去的时候要先处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它的一个内部动物的这个脚，翻到这里的时候要旋转180度，再整个推出去。好，再来的话呢，是把这一块部件。这块部件转过来，你要把这一块凸给扣到这里，内侧有一个缺口在这边，这样的，把它给扣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部件
往上折上来，而往上折上来的时候呢，它折上来是简单，但是呢把这一块部件啊，这一块部件翻出来的话呢有一点点小复杂啊。人变犀牛的时候比较简单，从犀牛变回人的时候比较困难。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一块部件，这一块部件你在进行腿这个部件翻内外的时候呢，这一个连接感的话呢，我会建议是这样子，把它尽量的往身体靠近，就是跟身体这个地方折一个90度，然后呢我们会比较方便这一块部件在这里进出，因为这里啊会跟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严重的一个去互相干涉的一个情况，那这样子推会比较啊，对，就尽量的把这个部分用一个90度的形象来做一个翻折。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先把武器的话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先把它给扣上去，先把它给扣上去。那可能待会变形的时候会掉下来也无所谓，你最后再把它硬掰开来塞进去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的话呢就进行另外一条腿的一个变形啊。那么这个部件啊先往上推一点点，待会再做一个结合好了，这个地方。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往上推啊，我先因为它这个腿这个变形啊，这里我习惯是能够把它推出来一点点，腾出一些空间，先把这里打开，然后这个部件翻出来，然后呢稍微折一点角度，我们把内部这一个翻出来到这边做个组合之后，然后把动物的小腿翻出来，再翻折180度到这里，再来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刚提过了啊，把它给转进去，然后再推过来到这里，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好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脚的话呢往上翻进去到这里，那翻的时候就是提过了，这里你看现在是一个90度的状况，它要经过这里就会相对比较简单啊。总而言之呢，稍微把握一下这个地方啊，可能变形会比较容易啊。然后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两块部件把它给往下推下来，接下来就是一些严丝合缝啊。这个推下来的时候你看到这里是斜一个角度的，你就顺着它推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先把武器给放进去好了啊，武器这个时候再放也是没问题的。那放的时候呢，我是习惯呢把这个两个这个凸是朝尾巴的部分，好，就把它给进行一个存放。这个有的存放呢总是好的啊，这里，然后呢小心的把它给压过来，哎，这样就把它给夹住了啊。夹住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其他的几个部位的严丝合缝了啊。这个犀牛的皮，我刚刚可能大腿那地方可能讲错了，它应该是要滑出来，而不是推进去。然后这个地方卡进去，然后上方这里也是一样的，两处做个简单的一个合并。最后就是这个动物的这个皮的包覆了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其实公差算的还是比较好的。我现在讲没有难度，到时候很难扣了，对不对？好，这样子，哎，扣下去，这里是一样的。那么 IDW 的那款版本的话呢，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后腿的部分呢是直接一个部件直接拉下来就完成了，不像它拆的比较散一点点。但是以变形的挑战度来讲，这一款比较高，但是也有它的一点设计感啊，所以这一款的变形我觉得是有它可以赞美一下的地方。那武器的话呢也进行一个手拿捏紧一下啊。好，完成了这个Kingdom 系的 Voyage Class 的一个犀牛的一个变形过程了。这一次 Kingdom 的犀牛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兽形状态下呢，空洞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插孔，以及小腿内侧这个部分是比较明显的啊。底盘的话我们就不去吹毛求疵了，武器呢能够做一个完美的收纳，这是可以加分的啊。然后兽形几乎没有什么可动啊，前肢几乎没有的动，后面这个地方能够转，但是内往内动啊，但是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那尾巴的话就纯粹是一个造型了啊，那还是有一点点山寨玩具的视觉的感觉的啊。但是变成兽形之后啊，比人形状态下呢一些比较锐利的倒角的部分呢可以说就完全都没有了。然后甲壳的部分呢这一代是比较没有问题的，上方的话呢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另一种皮肤的感觉啊，或许啊，这一代的代谢比较好的也说不一定。然后眼睛很小啊，我们对比一下，
当年 IDW 的一个尺寸。两者的一个长度来讲的话， IDW 比较长，那高度也是 IDW 比较瘦高一些些，但是以壮硕的程度来说，这一次的这个犀牛可以说是强壮了很多，强壮了很多啊。对了，它的可动还有一个地方刚刚没讲到，这个嘴巴是可以动的啊，但是这个牙齿犀牛不是草食吗？为什么感觉做的稍微锐利了一点点啊？那之前的这个版本的话呢，嘴巴是可以张得更大的啊，那当然这个完全是裂开的一个状态了啊。那皮肤的感觉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呈现啊。旧的话这个地方多了一个甲壳的一个造型，后端的话呢也是比较生动一点点。那以隐藏程度来讲的话呢，反而这一次的话你看呢，这一代铺路绿色比这个还稍微小一点了啊，而且从后面来看呢，它这个地方有铺路出来，新版的话则是没有。而以其实认真来说，我觉得好像犀牛的腿有没有哪一个比较长，会不会有不同的品种啊，这个我个人没那么清楚啊，所以腿长我就不评论谁比较好啊。但是你要看到耳朵的话呢，它这个地方感觉好像还有做出一个像分件一样，它是特别是一个软胶，是稍微可以动一下。这一次的话呢，这个就没办法动了啊，有点比较像河马，这个比较像犀牛的感觉。头上的角的话呢，大小做法也不太一样，那动画片哪一个比较还原，各位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对比啊。以犀牛的状态来说呢，我觉得好像 IDW 还是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没有说好上非常的多了啊。那整体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王国的犀牛呢，主要了啊，这个BW 的一个玩具的话呢，情怀的部分还是比较重的啊。喜欢这个系列的人，如果刚好没有收到 IDW 那个系列的话呢，这款犀牛我觉得是做的还是相当可以啊，可以入。但如果你已经有先前的那个版本的话呢，因为再次讲，因为它的这个大小比例呢，还有人形的比例跟新版的这一些王国的这些人物去相比的话呢，好像 IDW 的版本是不是比例也能搭得上。如果说如果你是单纯是要凑人物，那你有这一款的话呢，如果你觉得比例又不是相差很多啊，或许这一款你是可以跳过，或者是你真的是可以再等价格再低一点再说啊。尽管它的相较于 IDW 版本，我要讲这一次的变形我认为是有进步的，虽然是比较复杂稍微卡了一点，可是呢可以感觉得到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那所以这一款就是颇为尴尬的一款作品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